地方，那个一段，一段有问题哈。一段的第二行，第二张谱的第二行，第一小节开始，鼓是快，哦 ，Simba 跟 Kick Drum， 快，嘣，嘣，第四拍 Kick Drum， 哦，大鼓是第四拍，快，咚，咚，咚，第四小节休息，然后第五小节二四拍是大鼓，那 Hi-Hat 有 Hi-Hat， 它有 Hi-Hat。OK， 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从一来，然后一的第四小节，一的第四小节 ，bass 是长音，发拉 ，OK， 发一小节。OK， 好。咚咚咚咚咚，这边是 Tom Tom 哦，那个安可，一段一的前两拍，一前两拍就是 Tom Tom， 咚咚咚咚，这边进来就是都是打 Tom Tom， 啊，咚咚咚咚咚咚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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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好，这边都是他们这几小节。好，我们从第二张谱来，就是一前两拍，一前两小节，一前两小节哦，第二张谱直接从第二张谱来。好，来，二三。立翔老师先不要唱，好，来，谢谢。Oh, OK， 从第二张谱来。二三。好好好，等一下，那个汤汤不明显了、哦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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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边继续下去就是要汤咚咚咚咚。我忘记他是打几个 tom， 但是这边是应该都是 tom tom， 我没有写其他的乐器，应该就是从 tom 一直咚咚咚咚，然后咔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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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来再一次，二三。就是这样哦，就是这样，再一次哦，老地方来，再一次。很美啊。安可，那个第二行，第二张谱第二行第五小节开始，那个 kick drum 大鼓是二四拍，好，二四拍是大鼓，好 ，OK， 老地方来，第二张从第二张开始来。剩下空下来，因为吉他他没有弹很清楚，你要弹清楚一点。这边 C 段对不对？哦，你怎么写 C？ OK， 这边当，然后 bass 那个 D， 左手再去加强那个 rhythm。要把它清楚。你那个右手的 rhythm 要清楚，要不然那边就没有点了，没有东西了。哦，老地方来，加油，老地方来。再跳一个。
这样才够高哈、哦。再次来，或者再或者是这样也可以。都是这样，因为那边空空的了，会突然间空下来。好、哦，来再次，谢谢。同样的。你也可以一起，这边你一样是，有没有？当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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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诺来，我们一起来，来 one two three go， 从那个第二行哦，哦，就这个第二章第二行啊，来 one two three go。这样好，来再一次老地方，好，这样那个层次就会出来了哈。来，很有丰富的感觉，还不错哦。好，老地方哦，第二张谱，第二张谱来。二三。张谱第一行最后一小节，那个安可，你那个两拍是 Simba， 好、哦、是 Simba， Crash， 就是你知道我在讲哪里吗？好、哦，第一张谱最后，第一张啊第二张谱第一行最后一小节那个发和弦那里，好、哦、那个两拍是 Crash， 好。是哦就是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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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蹦吧，好，蹦吧，这样子，好，来再一次哦，伊凡，你要，你是后半拍哦，嗯，就 got to got， 嘣 ，to got to got， 好，当做吉他弹，好，就是哎，帮他忙，好，衬托他一下，哎，那个节奏感就会更清楚了。面壁，哈哈，面壁像面壁一样。好，来，他冰冰的。老地方来，三。就不会突然间空掉了，哦，哎，这个感觉蛮好的。我们再从头来哦，好、哦，这个地方很重要，你们两个 keyboard 很重要，哦，其实都很重要，哦，因为这边哎又弱下来，然后乐器就又空空的，所以你们两个配合很重要哈。嘎、哦、嘎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不错。好，从头来哦，从头再一次哈、哦。三。来，第四拍哦，你们都弹到那个咪都弹到第四拍去了 ，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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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哈，来再次，现在连 organ 也弹第四拍了，来再次哦，二三。Thank you.
那个丽江老师可以来了，哦，可以了，一起来，好，谢谢。在哪？对，从头。哎，这个这把贝斯痛不错嘞。刚那个哆再弹一下好吗？音色不错，这个贝斯。嘿。啊，已经十二点二五了，那我们还两首歌呢，怎么办？好。现在十一点。对啊，十一点多了。还有两首，你们今天是几点开始？十点啊，九点就开始了，好，辛苦了哈。好，来，从头。